女节快乐，宠爱妇女够三八赞。啊，3月8号即将到来哈，我想所有的妇女同胞哈都非常的啊开心啊，因为这一天是属于我们的啊这个日子哦。那尤其是我们平常哈在家里、在社会、在国家哦啊都在不同的这个工作上面哈来啊负责尽职，然后为我们奉献呢，为家庭奉献很多的心力。那所以我想这一天呢哈，我们应该应该要让自己啊独特的来享受这一天哈，所有各界对我们的这个啊关心的祝福了哈。那所以我想这一天呢，也特别希望哈，我们所有的这些男士朋友哈啊，特别的给我们的太太啦，给我们的朋友女朋友呢哈啊，给他们一天非常快乐的一天，来庆祝这个三八妇女节。那云林县政府呢哈，为我们三八妇女节哦，特别邀请了很多的店家啊，全县有158个店家啊，分布在11住行娱乐，那甚至在20个乡镇哦都有。所以呢，不同年龄层呢哈，或是不同的这个乡镇，那不同的职业哈，你可以随时到不同的地方去选购哦啊，你自己哦可以无论是出来啊购买啦哈，或是来啊享受美食啦哈，我想所有店家都能够提供最好的这个优惠。那不只是38折啦哈，或是3件8折啦哈，或是3月份全部哦都有优惠哈的这样的一个措施。那在这里呢，我特别啊祝福我们云林县，还有我们所有全球的这些妇女同胞哈啊，在三八妇女节哈一定要尽情的享受，不只要快乐，而且要平安，而且要健康。